我们现在从西雅图来到了，回台湾了。终于看到欧宝的本人了，好开心的。今天来看库切尔，因为本来那个库切尔的飞机只有 ATR 嘛，现在是330，也用库切尔做涂装。飞机人 Tony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 Tony 的工作之余在这里。看，我有 VIP 卡，而且这里是737，注意，看得到吗？有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虽然我想要747，但是我觉得737也很开心。杰夫的工作之余，耶！我们现在从西雅图来到了，回台湾了。想要先去国小，不然就去等兵。国小，中国小哦，是吧？中国小，对啊。好久没有去中国小，中国小。你的专辑还在这里，还有带我的专辑。我们现在在看，好，不好意思说出来。我们等一下先去冲糖国小，好啊，去冲糖国小，好吗？拍 Andy 拍的，那不是小庄吗？小庄他现在去别的地方拍飞机，我们先买个饮料，我们等一下随后跟上。今天要去好多地方，哇，这个杯子好可爱哦。这里我去过，这里没有。这里我妹妹去过，这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了，人生就是这样。刚刚 go around 的飞机又飞回来了。747。我最爱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有747。飞机我之前在航客馆有看到，它现在被拆掉放到这里，好可爱！我也想搬一个回家。是成康国小，你看这里好多飞机，哇，还有机场的747。有水我都把747吊起来飞，很棒。哎呦，差点要撞到玻璃。那我们要看飞机的地方呢，就是在升旗典礼的那个司令台的楼上。就是在那个上面，哇，上面已经很多人了。哎，你们干嘛要走了吗？你要去哪里？去联络道。哎，你的像这边。哦，看到了。来，上去看一下。好，进去，进去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应该是会在联络道。联络道。他们滑出来吗？还没。对，我还没听到。哎，你吃饱了哈？好。好啦，我们要。有这个拍到 Andy 的。我们今天就来见我们的偶像，拍到 Andy， 然后我们一直追到他，他又走了；追到他，他又走了。偶像难追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偶像很难追。没有防守盾，看到了吗？好，他就是库切尔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库切尔了。我们又遇到偶像了，嗨，偶像！嗨，偶像，要进步了，土窑三兄弟。你要去哪里？你不会要走了吧？我们会生气哦。去哪里？偶像要去拿大的相机了。太专业。嗨，偶像。这是拍 MV 吗？MV。新的吗？现在要做，我们一起去拍飞机。你看觉得你很面熟，
对啊，我刚刚看的是强化，我跟他说你就是蛋蛋。嗨，我看过，看过 MV。嗨，然后叫做没有妈妈的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，好可爱。他们是三 D 游泳，像他们就有肉体，所以不会拍到屁股。看到欧宝你本人了，很开心的。为什么他看到我都不笑？很可爱。这是你。对。好可爱的帽子哦。那你想看吗？被他说说而已。我有点到一题是有，就是问金字哦，你是说你那个 app 问到？对，好像是底层、高层、宽层三分之一。金字塔的底层。因为它是这样，它是把它弄成一个长方体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锥体嘛，所以一面的话就是哦，你还记得那只水管吗？哦，对。看，就是它传说中在直升机上面拍下来的海报。哇，真的忘了带签名的笔了。对啊，你就差一支麦克笔而已。真的。这样子好，你的口红借他好，我要借你的。等下什么时候走？偶像，最近会待在台湾吗？会，我礼拜天才回去。那就 Jeff 的工作之余啊。真的耶。那你们要来台中吗？不用，看他有没有工作之余。拜拜。你今天收了什么？收了蛋黄哥，还有收了大和号。好满足的走了。拜拜，我们要走，拜拜拜拜。哇，那你给我对焦啊！一棍点，全部的，难得就抽到这个壶。